这个黑色的小面面还挺好吃啊！过瘾呐！ 安老孙又馋火鸡面了啊！开吃，开吃啊！够了，好吃，来根肠。好吃。 今天安老孙来个火鸡面尝尝啊，搅拌搅拌呢。听说这火鸡面挺辣呢啊，安老孙试试试试啊。 味道还是不错的。
Mm-hmm.